线这样子。集中民国七十年以后，台湾石雕将近四十年的发展，做有系统的整理，也够展出。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推出着当代石艺创作展，有几多都因为重新变化。重复的一个元素，那当这种很多重复的元素，它聚集在一起，我们常听说，树大就是美，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异曲同工之妙。不管讲是透过树啊甲风的对话，和作品有动态感觉，或者是以乌龟的造型为创作的基础，增加甲人群的互动，这94件的作品，除了有台湾石雕创作时代的痕迹，结果新的观赏。专向着艺术展出做发挥，拢互相当学咯。然后它的造型主要是两点着力，然后我做这个作品其实它是可以去观众可以跟它去互动的，就是可以轻轻的推它。当时石雕的环境是非常困难的，我们知道花莲。台湾的石雕在民国七十年以前，多数是跟宗教信仰有关系，亲像石狮，也是作为外销代工的制作。啊，来对着时代进步，转向着艺术发展，台湾工艺经济发展中心用了正长的时间来筹备这项精彩展览。将咱的这个展出的作品呢，除了咱台湾的以外，还有包括近几年来吼，咱国内有邀请到。真侪国家哦，比如讲捷克啦、意大利哈、法国，无同的国家拢都有八无同国家，这个石雕作品呢，拢来遮做呈现。啊，咱唔盲讲呢，会当将咱上精彩的这个石雕的这个作品呢，一个做完整的介绍。包括着日本、加意大利这八国家做参展，会使看到在地甲国际石雕创作无同款的风格，展现着当代石艺创作。为生活的工艺甲艺术品，一个公共艺术的美学内涵。规个展览是进行到六月份，有兴趣民众爱花把握时间。记者林雨欣采访报道。